这两年卖蔬菜赚到钱了哇！嗯，赚了点儿。是。你的大夫能力肯定比我强，用不得胆量当村支书，为普陀村做点事情。我当村支书？我一定好好的为村民们服务，坚决不吃村民的乞讨。 我一分儿都不得吃。是，我要是吃了的话，我遭天打雷劈。还有村子好头的事情哈，我们交给村民议事会讨论了通过了，我们再做。这个样子就不得扯筋。要得。好，要是做的不好的话，我杨丽儿自愿下课。我。 村民议事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哈，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全村所有的柑橘品种要大改良。哦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要修产业路，连通家家户户的果园。哦。十月一号二十年，武侯要建新家园，成功帅哥回家乡，北京买上进果园。 政策允许老板投资在我们这儿盖300套别野，同意这个方案的举手。三嫂子，这二年老村长忙工作酒都不敢喝，现在退了。今天晚上你一定要炒几个好菜，让老村长好生喝个酒，酒我们都带来了。
可以。我买两袋盐巴可不可以呢？可以可以，买啥子都可以。哎，河水清清，你还真在这儿啊？找你啊！找我？不会吧！你是那个北京来的小贩哇？是我们杨叔，我是杨丽英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哈！我跟你说哈，先跟你说，报销30万已经少了，肯定少了，到时候补不到货嘞。现在就报销50万斤，哈。是这样的，报销多少万斤是我们老板说了算，我就是负责过来守着丑干的。能麻烦您帮我安排个住的地儿吗？最好离果园近一点。到了，欢迎来到富河村最有故事的集体菊园。这儿离果园最近。这哪儿近啊？这不就是果园吗？是啊，外面来的买手都愿意住在这儿啊。这儿离果园这么近，随时都可以观察丑根的生长情况。对，买手。我这回，李大爷来了，李大爷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李大爷，这个是我们同学，也就是新来的买手，这位就是李大爷，也就是你的房东。哎，大爷你好。啊，关于丑根生长的所有问题，你都可以请教李大爷，实践出真知，肯定比咱们老师讲的好。好，我这回来的目的其实是为方同学。希望你好好守着这30万斤丑根儿，好好跟李大爷学习丑根知识，这对你的事业发展太有意义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直接把我打回北京地铁12线了？小范同学，是你们老板派你来浦河村的，所以送你回北京地铁10号线的也得是你们老板。啊。你是农大的吗？啊，我54旅的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农大的呢，还以为又来了一个同学。哎呦，春姑啊，你回来了。林娘娘。哎呀，林娘娘，我回来了。欢迎你。哎呦，几年不见，长那么高了是吧？来来来，春姑啊。你来看哈，这是我们全村当院的陈罗叔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你现在回来了，你应该想哈，你对全村人有啥子承诺，想清楚了把它写出来，扒到这个上头。不光是写，不光是扒，你还想咋个兑现哦？是。一笼礼包。包元旦哦？不是，我做两个泡菜摊子。我认得到你，是不是啊？你是林溪村新村民，做陶艺的艺术家吴老师啊。我是浦河村的老支书。哦，哎，幸会幸会，幸会幸会，前任的，20年前的，老前辈了，老领导嘛哈。好了，来，我帮你背回去。哎，老哥，你来背，哎，用不着，慢点，慢点，我来。哎，哎，老大哥，哎，老领导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第二，来，进。哦哟，猪圈整整，玻璃蓬蓬了，巴适。来来来，这边这边。到了到了，哎，好，好的，哎，进进进，哎，谁走，哎，好，哎，
哎呀，你喝茶呀，还是喝咖啡呀？茶天天喝。哦。咖啡呢？听说过，没有喝过，那就高一盘嘛。好。这个咖啡。我还是喝茶，你有没得山花？山花好撇哟，我就喜欢喝山花。哎呀，抽烟吧，来，你还抽叶子烟啊？那啥子叶子烟咯？雪茄，古巴雪茄，古巴人还在抽叶子烟，未必然。他们不搞经济哇，这个就是他的经济。走嘛，算了，各抽各。各抽各。来，国家政策好，人民生活就好。你看，抽烟都抽得好一些。你们大门上那个茅草棚棚啊，不巴适。哦，隔壁子那个瓷砖大门啊。比你硬板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瓷砖大门。哎，不过他屋头的回锅肉炒得安哟。那天你到我屋头去，我给你炒份回锅肉，那个才叫巴适。何必等那天呢？今天就去。我爷爷就出生在这儿，我老汉儿也在这儿生的，还有哪个？还有我，也是在这儿生的。哦，哎，我问你，你爷爷他们是不是大地主啊？啥子大地主？我爷爷是做盐巴生意的。哦盐贩子，城头来了专家，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啊，巴适得很，游客最喜欢。所以说，县上的领导就喊这个房子呢不拆了。等以后我们搬了新房子，就把这个房子呢拿给村头啊当接客中心。啥子接客中心哦？叫接待中心。哦，对对对，接待游客中心。游客接待中心。哎呀，你看嘛，你们老汉儿这人对我歪得很。好嘛，还不吃嘛，叔。妈，那个酒席都订好了，30桌。不得行，30桌，我得支出，立马下课。哎，妈，话还没说完。妈放心，我们家娶媳妇儿，肯定我爸妈来操办。那也不得行，不能铺张浪费。
你们在城里头请你们那些亲戚朋友啊吃个喜酒，然后就回到我们乡坝头来，在那个坝坝头头，我们就办一桌酒大碗，把村里头的老辈子请来喝个喜酒，哈。酒大碗吗？你太骚了嘛！你要给我办可以，你在镇上的酒楼头给我办。不得行，只能在这个院子头办一桌酒大碗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你不去嘛？我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。我婚礼只要我老二陪我走红毯，把我交给新郎。我的红妈，不得行哦，你妈也要求。哦哟，你好大的口气哦！哦，你自己事情自己做主。你从那土里头自己长大了，家女子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可能不管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头。乖儿的，明天啊，你到工地上去看一下，地基都挖好了，那不是一般的新房子哦，是整体。啥子整体哦？你叫连体，说了好多回都记不到。管他整体连体，反正是别野。别野，妈，你是苏中生啊？那别墅的墅都不认识是吧？失误数别墅，跟我一起练数。我晓得，但是村头的人啊都喊习惯了。遵从民意，村民议事委员会啊都讨论通过了的，我们这儿啊就喊别野。哦，天哪，符合人太霸道了。哎，乖儿的，等我们搬了新房子啊，家家户户都要装修，你赶紧成立个公司，把这个装修工程啊承包过来。我倒是有个想法呢。就是不成熟哎！哎呀，啥子熟不熟嘛，又不是丑根儿，想了就说。啊，说嘛，老二，来啊啊，说。那我说了，说。我觉得啊，我们这个村上现在家家户户最大的问题，就是那个杆子的销售问题。我就在想，如果建立一个冻库。建冻库啊？哎，建冻库要征地，这个你也敢想哦？哎。这个我不想，你要喊我想，我这想了你就说我乱想。哎，想吧，你要想你做得到的事情嘛。好了好了，慢点哈，不摆了，我也霸道一盘，我个人的事情，个人解决。吴老师，我有个事情想求你哈，求啥子？有啥事情说嘛。你晓得，我那个大门土里吧唧的。我想在高头贴瓷砖，就是那种红红绿绿的，哎，多喜庆的那种。贴瓷砖。哦。你要搞农家乐啊？哪个说的？只有农家乐才可以贴瓷砖。我跟你说。你那个房子就是要保持现在那个样子，不要动它才有价值，还有年代感，才能够唤起我们的乡愁啊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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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轴砖乡愁现在不愁了，我跟你说。妈，我不是你的村民，我不听你安排。哟，那你是我女子，我是你妈，你就要听我安排。我妈越来越强势了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。你小的时候是喜欢听我说话声音大的，你写那个作文上说的。哎呀，我们妈说话声音好大哦，好亲切哦，在三里之外就能听到我们妈在哪家果园头说话。这个不是你说的哦，是花花写的。哦，你写的。切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那个小背兜？哎，你小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坐在那个小背兜里头，喊我背到起你。我呢也最喜欢用那个小背兜背到起你。你晓得为啥子？不晓得。你就坐在那个背兜里头啊，我背到你去田里头做活路的时候，你在后头笑啊笑啊，嘎嘎嘎嘎嘎嘎的笑。哎呦，那个声音哦，好好听哦。没有背过，你就长大了。好，
好，那到时候我们剩两个，妈，你再背孙孙吧，啊！小蛋儿，哎，你看你那个头发嘛，这那么长，也不晓得把它剪了，人。妈，你咋啷个都要管我？我跟你说嘛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喜欢背我，我跟老汉一辈子都在你的背后头，你的眼睛头只有你的聪明和你的嘴儿。 你胡说八道，我眼睛都没得，你就长那么大了。人家大家选了我当书记，我只要负责嘛。你以为是搞起抓的人？人家选我就是继任我，我就要做好事情。要是做不好，大家还给我下课，那么大个人找下了课，好遭批嘛。女子，你妈对我们两个还是好。 这还是好，我对你们两个最好，最好。哎，最好，最好。你妈每次从朋友会回来，头一件事情到果园里头，把鸡蛋捡了。喊我每天早上必须吃一个，她一个都舍不得吃，给你们攒到，送给你们，晓得不？我只想让我妈这一辈子都成为别个活，都成为她的自尊心活。你胡说八道，我啥子资格这样？妈，你别生气，妈妈你别生气。 哎呀，喝安逸了，吃安逸了。哎，要养活你了，养养是回锅肉，没得问题。肯定要来，我是不得客气。看到没有，小张，那边绿红的，那边绿绿的，很喜庆的瓷砖，嘿嘿。 一定要帮这个忙啊！贴不得瓷砖，都是那个样子，好得很。哎，贴了头上我们接不住乡愁了。舍得好来，舍得了啊！贵人女子一见钟双雕。你不要想瞒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贴瓷砖。 我有办法，马上就找。你好啊，嘿嘿，我是爷爷，听着我的声音了没有啊？ 我跟你说，你找个时间回来。嘿嘿，我跟你说，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嘿，啥子？嘿，这个你明天就回来，太好了。哦，不对，我跟你说，你明天不上班啊？ 啥子？辞职？怎么能辞职？你这个鬼！喂，鬼娃娃，又把手机关了。嗯，要不要吓老子？ 亲眼目睹了做陈皮的原料，大二夏天午后的教室里，那些吃陈皮醒脑的同学们，现在还清醒吗？我在菊园帮老板守着30万斤丑干，夏天刚开始，丑干还很萌，能够和丑干一起成长，我也是醉了。 哎，啥子事啊？你一定要穿西装哈。哦，好好好。
是给你说啥子了？花花喊我穿西装。哎呦，西装？哦，没得问题，好。幺婶，李娘、张娘，我女子要结婚了，到时候请你们到我屋头来吃酒大碗哈。好。哎哎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嗯，这个比较好。丑狗他就是不听，两年就挂过了。你看嘛，那么大的柚子，你看卖不出去。我们又不是没种过柑子，几年前就是因为种柑子味道不好，才狠心全部换成柚子。哪晓得那个柚子的味道还是不好。人家家家户户种丑狗都赚钱，就是我们大个大个的柚子。卖出去的钱，卖滴点钱，连运费都不够啊！陈公啊，走，你是热热去把那个葱根小货给我请来，快点。是。很快些啊。好。好了哈，你说的事情我都晓得，我们肯定有办法解决的哈。土壤板结相当严重，说明这儿的土漏水严重，漏肥也严重。你看，它的颜色呈现灰白色，说明里面的微生物量非常的少，极其缺乏养分。你看你们这样的土，怎么可能长出好的果子呀？施了好多化肥哦，学校买化肥都不晓得用了好多钱。就是因为你们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，所以你破坏了土壤本来的结构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啊，基本上所有的田土这几十年用的都是化肥和农药。你晓得以前种传统农作物，如果不用化肥的话，那个产量根本就上不去，如果不用农药的话，那个粮食哈就被虫吃成空壳壳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把这儿的样土送到县里面去，拿去检测一下。好，快去，我送你去。这些都是从各乡各村送过来的样土，在这儿等待检测。这些土好多都生病了。罗村官，什么样的土壤才是好土壤？好，我带你去看看好土。好吗？唐明亮，你咋个穿个女娃儿裤儿回来哦？河水青青啊，你的名字好听。小伙子，你在干啥子？
我在做傻子。你说傻子？我说，我是傻子，就是你们说的瓜娃子。你不瓜人吧？看你吃的饿了饿下的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是从科学院回来的。你大了，不是科学院，是科技院。我懂得起，科技就是科学嘛。你跟我说句老实话，你们老板为啥子不要你了？错了，爷爷，是我自己辞职。是我炒我们老板。你娃娃耍脏，敢炒老板，说为啥子？哎呀，不想干了，没意思。天天吃外卖，好伤心啊！想回来吃爷爷炒的回锅肉。阿姨，哎，你坐，我有事向你说。嗯。其实这次回来。我想自己创业，做电商。电商你晓得噻？不晓得。哎呀，以后再跟你慢慢说。我们两个当合伙人，一起在网上卖丑干。啥子？合伙人，加个人，合伙人。你娃娃神戳戳的回来，一会儿就把我整成了。合伙人哦！哎，你老人家不要着急嘛，等我明天起草一个合作框架协议给你看，你就明白了。框个脑壳！侯松官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拜你为师，跟你学习土壤技术。这些都是关于土壤的书，你可以自己学习，我没有时间教你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要复习准备考试，我要考公务员。站住！你以为你训练新兵呢？我以为你要在这儿当一辈子村官呢。我已经在这儿当了一年的村官了，我可能还会再当个。一年两年吧，但是我不可能在这扎根啊，你懂的。我不懂。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其实我好想把丑根引进到我们老家，但是我们那儿气候又不适合丑根生长，不像你们浦河村，气候条件好，离城市又近，现在越来越热闹。我老家离城市那么远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冷清了。我在这儿就是个没土地的村官，根本没有土地让我扎根儿，所以早晚我都要走的。五五分账，我跟你娃儿说，我挣的每一分钱以后都是你的。老子好久说过要跟你分哦。哎，爷爷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话不要说得那么老土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这个法律一旦牵扯到这个人情里头，以后有啥子事情想扯都扯不清了。你娃不要扯远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说国家的事情，就说哈我们屋头的事情。啥事？你回来的意思啦，我大概。明白了，我喊你娃回来的目的，你单怕还不晓得。来，我现在就说给你听。来，伸个爪子，来嘛。
还能不能？你帮我把大门设计一下，我想贴瓷砖，就是那种红红绿绿的，反正多喜庆的那一种。爷爷，我简单表明下我的态度哈。第一，大门不能贴瓷砖，以前没有贴，现在我回来了就更不能贴。为啥子呢？为啥子？因为那完全不符合我的美学追求噻。第二，村后头修别墅你都不参加，你说你要住老房子，你舍不得老房子，老房子就要有老房子的样子，老样子才留得住乡愁。第三，我再强调一下哈，我是回来和你合伙做生意的，合同必须签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就只能到村里面去找其他人合伙了。你娃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请求。你老人家刚才用最生硬的口气表述了最深厚的爷孙情，我很感动。但是，爷爷，亲爷孙，明算账。合同必须签。哎呀，爷爷，你那个门槛儿把我从小办到大。学生不是多好卖的得嘛，咋今年子卖不出去了呢？林洋洋，你不要着急，你不要着急。我们丁岩老师说，我们长久山脉一带是甘蔗种植的好地方，咋可能种不好甘蔗嘛？你不要着急。你们地理老师真的这样子说的？是的。好，陈文文，你好生读书，长大了帮林娘娘种甘蔗。好，没得问题。对不起，林洋洋，我有个改变。我要先去当兵，回来再继续帮你种安子。好嘛，不管你咋个改，你们地理老师说的话不得改嘛。你放心去当兵，李姨娘娘等着你回来帮我种甘蔗，哈。好。我承诺，保证不使用化肥，不使用高毒农药，努力学习改造土壤的知识，做好土壤的守护者。林娘娘，我的承诺。成功啊！村上马上竞选新的村长，你去报个名参加竞选。我竞选村长？你有没得胆量为浦河村做点事情？这不是胆不胆量的问题，我正在给自己做人生计划，里边没有这一条。啥子计划哦？命运把你推到哪儿去，你就必须要去哪儿，来不及计划了。林娘娘，你这句话是不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学的？就是啊。
老汉回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快点搞快，妈给你弄了你最喜欢吃的豆腐粉。马老汉，有个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。啥事？李姨娘娘喊我参加村长竞选。你当村长啊？哎，你还没结婚哦。哎呀，这个结婚跟当村长有啥子关系嘛？肯定有关系噻。万一找了女朋友呢？找女朋友咋个嘛？未必他会被女朋友带到隔壁子村去当上门女婿啊？笑话！哎，没有结婚不能当村长。那。不跟你们两个说了，你们两个天天扯筋。娃儿，妈就是想你早点结婚，我们住了新房子就好抱孙孙喽。河水清清。成龙，都洗了，普华村啥都好，就是买不到咖啡。你娃不要仰盼，咖啡嘛，老子喝过。中药汤汤发苦，你喝我，你在哪儿喝过了？我不跟你说。哼，你不跟我说算了。走，我到你的果园去视察一下。视察。你娃真的把你自己当成老板了哇？哎，爷爷，两个人合伙做事情，心态决定一切哟，态度很重要。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彼此要服气哟。走。哪个？记者，你认不到啊！现在啊，来我们普河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晓得，要是我再回来晚了啊，恐怕都挤不进来了。噶，
人来的再多，也只有你娃娃给我打火。爷爷，不是打火，是合伙，合伙人。这句话不入耳。爷爷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、这么仔细看你果园里面的泥土，我简直没想到。你看嘛，硬邦邦的，板结的好严重了，就像是老妇女干瘪的皮肤，没有了丰腴的脂肪，没有了弹性，如何生长，如何孕育嘛？少说！你在打击我，你看不起我的土，你想跟我合作，我还不愿意。我说的话你不相信，那我就找专家来视察一下嘛，给果园的未来发展做个评估报告。娃儿，晚上吃不吃烧肉？要得。你开你爸的车，咋不开你的呢？这个好土哦。土好，我就是要去装土。装土？哎，装啥子土？专家来了。专家，我还以为是两个特务呢。爷爷好。老唐啊，这么大片果园，太奢侈了吧？淡定，淡定，这是我爷爷的果园，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切，咋个没得关系？你跟我是合伙人，合伙也好，打伙也好，你要给老子把这个果园守好。爷爷，您看您这块土啊，这上边有一片绿色的青苔，这个青苔呢，就是常年使用化肥导致的土壤的富营养化，这样会导致土壤贫瘠。我当了一辈子农民，这个土壤的事情啊，我比你们哪个都清楚，班门弄斧。大爷，我来取一点你们家的土样去检测一下。检测个屁啊，你们这些鬼娃娃一个二个看到我的土都不顺眼，你们不是普陀山的水土养大的哇？唐大爷，哪个子惹到你了啊？你不要忙哦，你看吧，看，我就是想搞一个土壤分析，把咱们村儿各家各户的土样送到县上去检测一下，看一看哪一家的土是好土，哪一家的土不好。定，随便看，土，随便捞。你是吃臭根长大的，你天天都在做，臭根很臭。但是很甜蜜，这么甜蜜的臭根都是从我地后头长起来的。爷爷，我不是危言耸听哈，如果说你现在再不改造土壤，以后你的臭根就会真的变得很臭很臭，
再也不舔了。你啊，跟我的臭哥没得感情，你走，我不跟你合伙了。爷爷，你不要我了？我不要你，你妈老汉儿在深圳打工几年几年不回来，你是跟着我在果园头长大的，你是吃柑橘长大的嘛？爷爷，我感谢你。错了，你不要谢我，要谢天谢地。我死了，地不会死，还会养活你们的。爷爷，你那句话说的太精准了嘛。但是，你咋个都要留块好土给我们嘛，好土才能养人，不好的土只能长草的嘛。不，寸草不生，我把工作辞了，回来跟你老人家两个合伙开网店，我必须保证赢。你要是把我的土改造了，把柑橘的味道改造了，你敢不敢负责？我负责，出了啥子问题，我赔偿你嘛。我要是没得钱，我就无偿给你打工。反正我不让人家说我是回来啃老的。我不管你是啃鸡脑壳还是啃鸡脚脚，我一听到你说签合同，我心头就不安逸。我就觉得你不是我的亲孙子。爷爷，我不跟你亲，跟哪个亲嘛？小四儿，我妈老汉儿到深圳去打工，一年就回来一次，有时候几年几年都不回来，却只有你陪到我。你到果园去煮活路，就把我背到果园，我不愿意到果园耍了，你就把我背回去，是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。我跟我同学说，我童年记忆里面只有爷爷，没得妈老汉儿。现在大家都在过父亲节、母亲节，其实我最想过的是爷爷节。各家各户的样图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根据全村的样图检测结果报告来看，凡是土质好的果园，丑根的产量都高，口感都好，这些果园这几年都在逐步的使用有机肥，化肥和农药使用的都比较少。凡是丑根产量不高口感不好的果园，曾经都是种植传统农作物时的高产田，以前都大量的使用过化肥和农药，甚至是高毒农药，这就对土壤原本的团粒结构进行了严重的破坏，对土壤造成了污染，使得土壤的质量大大的下降。我呢要说一个题外又不是的题外的话啊，我们普河村的人很长时间把那个别墅的墅念成别野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把苏字下头那个土字丢了很长的时间，现在我们要把那个土找回来。啊！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念别野了，要念别墅。我们都读过书，学过汉语拼音，跟着我一起念：苏苏。十五宿，别墅的墅。宿宿十五宿，别墅的墅。对的，别墅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把我们丢了很长时间的土找回来，绝不能再丢掉。野，田野，希望的田野。田野里头没得土，就不是的田野。
没得好土就不是得好田野，没得好田野哪还有希望呢？第一年老房西装，大事小事村民帮，明亮庄稼老房子，成功竞选当村长。打了，再躺。打了，再躺。你再好嘛，不要把老婆抓起。小了，小了，再躺。哦，这太晚了嘛，这个。配合。我们今天开村民议事会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果园头那个果子品种老化了，现在呢要换新品种，种丑柑儿。大家同意呢就举个手。不说了，党员干部先带头改，同意的举手。老师的话你还记得到噻？我记得到，我记得到，我晓得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。哎呀，哎呀，但是我还是有点着急。林娘娘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晓得村里边现在在种丑柑了，我就查了一下资料，资料上说丑柑的成熟期晚，不要以为黄的就可以摘了，摘不得，要在树上多挂两个月，到了三四月份春天来了再摘，那个时候再尝尝甜不甜嘛。你还不睡？你在干啥子？衣服缝好了才推得脱噻。魏大明，你娃老了。你不老，快点睡了。不要着急呀，是头是上坡还是头下坡？我怎么搞啊？两个都头起。哎呀，好骚啊！你这个，你个贱汉，真的是哦。好了好了。哎呀。没有喊我讲话的嘛，我又讲不来话，你妈会讲话，我喊她过来就。哎呀，那咋搞得赢嘛？都要拼死了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小丹，
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要好生对待我们花花，啊，你看她好瘦嘛，以后喊她多吃点，不要减肥，胖就胖点嘛，胖了拽死。生娃儿才有气力，做活路才有气力。你看花花她妈妈，好拽死哦，以前夏天摘秧子，比我还快吃饭，比我吃的还多。老师，你形象太好了，走台上说去。你这啥子老师哦？我是花花他们爸，我花花他妈妈就这么一个女儿。我们肯定要把政策跟女婿交代清楚噻。我跟你说，我还不错。哎，女的，顾不得顾不得，要笑，笑笑笑。哦，嗯，乖乖乖。老二扭点热哇。哦，不怕的。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走。走吧，我跟你走。我说啊，走。你去，我去。你去，你去跟人家好生说一下。你之前他们价高价现从村头第一个过的时候，我们啥子话都没有说，是不是呢？那么大个价价耸起，我们那么支持他们的，这次请他们也支持下我们。好，好，你去跟他们说。好。去噻。哎呀，你把我像到爪子嘛？你赶紧回工地上去收到去噻。好好好。我跟你说哈，你们两个路上小心点，骑摩托车啊。不得行，留言不进。再去，再去说好话，口头还是做你自己干的呗。去。再去。再去，快点。简直不得行，要管事管，不同意，要么交30万才充电。他真的是这样子说的。真的，我看你的网络这条话就走。预算里头只有正常的电费开支，现在突然喊我们交30万，而且不交钱就不送电。工地上已经停电3天了，我派人去了20趟，啊，20趟硬是解决不到问题，说不交钱不得行，咋个办？大家说咋个办？30万，哪里来的30万哦？方向有打嘛？我去做。一个人去说，跑20趟，不起作用，那就20个人去说，供电局不是他的，是国家的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骂起死，该告他就告他。哦，听老书记的，该咋个就咋个。喊几个亲狗子娃娃来给我凶起。好，好，好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就好。陈公儿，你回坨子啊，被龟儿子吓惨了。你在部队上搞的是不是特种兵了？我是海军里的空军，空军里头的地勤。哦。明亮，明亮啊！明亮儿，你在哪儿？爷爷，我回城头办点事，顺便买点装修材料，过两天就回来装修房子。你答应给我大门贴瓷砖了啊？大门贴瓷砖？哦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唐明良。你这个门槛确实太高了，当你的合伙人好不容易哦。你把你那儿装得来明晃晃的，到老子这儿兴得黑马舞去的，我不干。给老子加盏灯。好大个事，加，往上选。有两个黑眼镜啊，没戴过，告一下我，可以告一下。这么大了，还不晓得好好走路。不戴了，好黑哟。练习竞选村长的演讲。哎哎，坐，来，马老汉，坐，坐到，给你们演练一下啊。你说噻，亲爱的村民朋友。啥子亲爱的村民朋友啊？应该说，尊敬的各位领导。哦。投票啊，靠村民。那领导就不表态了。村民不选，他表啥子态呢？那个领导，你们上来说嘛。我在普陀村土生土长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土才是好土。村官河水青青告诉我，最好的土是什么样的指标？第一，每亩含蚯蚓16万条。大家想一下，几十万条蚯蚓在这个地里拱土，这个土肯定松软噻。第二，每亩含真菌细菌300公斤，真菌细菌可是好东西，就像酸奶里边的那个乳酸菌一样，可以帮助大肠蠕动。给土地喝酸了呀？腿头。第三，每亩含有机质5%到12%。啥子是有机质？除了人畜的粪便以外。那自然生长的花花草草自然腐烂以后，也可以转化成有机质。如果我们普陀村4000亩地都能达到我说的那个好土的标准，那么我们摘出来的丑柑从树上一摘下来就可以卖到20块钱一斤，剩下的账大家自己算一下。普陀村发展最快这几年，我不在村里，我在部队头，现在我当兵回来了，本来是想在城里找一个工作，或者是自己开一家公司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准备竞选村长。如果我当上这个村长，在2年之内，我要带领大家完成一次土壤大改造。如果这个土达不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好土的标准，我下课。陈工啊，你晓不晓得村民最很最怕的是啥子样干部？是村民起头的干部。陈工啊，我来问你，
薄荷村的干部最好的传统是啥子？不吃村民的气头。成功啊，你晓得当干部要有啥子心？畏惧心和恒心。大声说。畏惧心和恒心，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，要做坚决要做好。快点快点，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甜烧白。我说你乱喊啥子？哎，咋个能把村领导喊成乖儿呢？我在屋头喊，我没在外头喊，他本来就是我乖儿嘛。我说哎呀儿子，我今天好生庆祝一下啊，祝贺你当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基层的领导，我们薄荷村的村长。领导村长，来坐，坐，你们不要把村长不当干部啊，不能随便洗刷。哦，对，不能随便洗刷哦。哎，我又没开枪哦。我也是想庆祝一下，但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啊，对嘛，那就是压力嘛，当领导他就要有压力。就像我跟你妈啊，我脸一麻你妈就害怕，哦，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压力哦。哎，你又在这儿提虚惊说，哎，我好久怕过你。你咋就没怕过我呢？我好久又怕过你嘞。你说，你们吵一会儿，我找一个人说一句话，马上回来。这个。王村长，你有何吩咐？啊，我来就是要通知你，明天在集体居园，我准备召开我当村长之后的第一个会，请你参加，也请你参加。啊，我们继续吧。王村长要说的肯定不仅仅是个开会通知。王村长说的就是一个开会通知。你为啥子要走嘛？我们哪个得罪你了？啊？跟你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已经跟我们老板说了，蒲河村的丑干长势喜人，明年就算包销60万斤也没有问题。你走了就是有问题，我跟你说，你想还包销合同没有签，你在这儿就是你们公司的合同，你不能走。啊，我就是个合同是吗？啊，你就是你们公司的合同。那我更要走了。乔帆同学，你都来了，你总得对你自己负责是不是啊？你说，又是鸡汤是吗？好，我来说句实在话，绝对不鸡汤。明年春天丑干开采之前，你就是一份必须履行的合同。你要是走，我们可以起诉你们公司。我根本就不回公司了，你就算起诉我们公司，跟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哎，不行，哎，不行，让他走嘛！哎呀，哪里走嘞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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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跟你说，你走，嫂子，他跑了，快点开门，就知道开什么门啊！小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三。顾老板，我晓得你在跟我们搞戏耍的，我晓得你在跟我们开玩笑。好了，其他话我们都不说了，明天马上复工。不，现在打电话，马上复工。杨书记，我要向您道个歉，我要向全体的浦河村的父老向您道歉。我也没想到资金链会断呢，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，你们这个工程我做不了了。反正地基也挖好了，我投的那100万，我也不会要啊。你们浦河村不是家家户户都种那个绸盖吗？也挣到钱了呀，你们自己集资自己干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我们的绸盖是进口货啊，卖得到8000万，我一村老小基本不村民，把高房子都拆退了，等到租新房子，你现在不租了，你让我一村基本就在基本不再租了，不可能！我哪能给我的村民交代？杨书记，你跟我苦没用啊，你赶紧去找我们总公司的大老板，他有钱肯定能帮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进去，我今天拼了命我都要进去。还有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。我要求你们老板帮帮我们住上新房子，我跟你说，你拦不到我，你拦不到我。村待到起，我哪儿都不得去。你为不要当一辈子村支书啊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当一辈子村支书啊！等到把房子修好了，我就要到郭园头去给老汉儿帮忙。你老汉儿好辛苦啊！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老汉。哎呀，你不要哭了嘛，听到没有？没得事的。谢谢。
要你知道事情，我给你去冲。好，妈，慢点。成都去了三天，找到了盖房子的老板儿，他没得钱，他没得钱，你就是把他吞了，也没得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实在是没得办法了，就去找了总公司的老板儿。进大门的时候还跟保安扯了皮，我当时确实太着急了。态度不得好好，现在好了，总公司老板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。从今天起，盖房子就是一场战斗，这个战役马上就要打响，全村2176个村民，93个党员干部，全部投入战斗。我们的七人架构小组已经成立了，16人的技术监督小组也成立了。现在我要说最重要的3人经费管理小组，老民兵连长安大爷的身份证到银行去开个专门的账户，由老支书唐兴旺同志来保管这个银行卡，由村民代表江大爷负责保管密码。哪怕到银行去动一分钱，你们3个必须同时到场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，如果大家还有啥子意见，有啥子建议，也可以说一下。啊，我提个要求。你说。小区建成了，我师傅每天负责打扫到环境卫生，也要钱，进去。安大爷，我晓得你的意思了哈。等到我们那个新区修好了，开村民议事会，大家一起讨论决定，哈。唐明亮，唐明亮，咋个了，爷爷？向你宣布个决议。爷，你说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帮村上修房子。村民议事会选举我担任经费管理组成员，这个工作有好重要，你娃懂得起，所以我先暂时不能做你的合伙人了。范永峰同学，你没走，我好高兴。你不是说有萤火虫吗？哪里有萤火虫啊？我以前看到蒲河村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，总感觉离我好远，就像在看一场没有声音的电影。这两天我突然觉得有点不一样了，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蒲河村砰砰心跳的声音了。萤火虫，
从今天开始，直到新房子修好，我们三个必须滴酒不沾。还有，任何人请吃酒大碗，我们都不能去。你们两个紧张啥子？你紧张？我有点紧张。你紧张啥子？紧张个串串啊！假如做梦的时候晚上睡觉的做梦，把爹妈说出来，人我漏了咋整呢？就我只担心这个事情。啊？你晚上说梦话？哎呀，这个哪个有保证的了嘛？任何人都要说梦话。你赶快跟你老女儿打个电话，你说不说梦话，她最清楚。五、三、三、五、六。喂，哎，我问你啥子？我说晚上睡瞌睡的时候给你说些啥子哟？哎呀，你这个老怪物，你在说些啥子哦？你想偏了，我是说的，我好怕说梦话，把我们大爹的我在这里编吧，说出来，知音必到，你也是。哎呀，你这一辈子从来没说过梦话，只晓得吃苦喊。他说啥子？他说的，我从来不说梦话，只晓得打扑鼾。我说那就没得事了，睡觉。哎，穿我的衣服咋子嘞？我明天要到工地上去收去，把你这旧衣服拿来穿一下噻。哇，洗洗的，过来。真的，你的精神面貌非常重要，直接影响到全村人的精神面貌。你要给大家自信心噻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衣服啊非常重要。那天我把西装一穿起，那个感觉确实不一样，自信心呐就爆了。我跟你说，房子一定要盖好，肯定能够盖好。你不要慌，要沉住气，全村的人都看到你的。把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，花花给你买的新衣服拿过来穿起噻。脱了，快点。好嘛，晓得了。快点儿，穿好了我要审查哦。你这件衣服有点洋盘。我的孙儿买的。我的也是孙儿买的。哦。好。请输入密码。密码。爷爷。三爷，三爷。林娘儿，你来抓子？我想你们了噻。我看你们好久没喝酒了，买了两瓶酒来慰劳你们。那是喜姨、喜儿，我的网站开张了，庆祝一下噻。这个酒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你娃王玉想给我加酒啊？我晓得你乖，孝敬我。这会儿你晓得我们不准喝酒，你还加酒来？你是来整老子的冤枉，晓不晓得？拿起跑！啥了嘛？上个串串，跑！你弄我咋子？我又不是点酒。村官村民屯旗号，高头儿三年不沾酒，能够雄心天下心。
们这片果园呢，是30年以前我们老支书唐兴旺带到村民种植的。每一年的春天，满园花果同树，一半开花，一半结果，一年又一年，互相交接，永远不得停歇。我现在啊，准备给村民议事会提个建议，喊这些年轻人来承包这个果园，管理这个果园啊！希望这些年轻人用他们自己新的思想，让这个老果园焕发青春，啊，世世代代为普河村造福。我们依靠科学的园艺观，我们双红分享平台来实现老百姓收益倍增，土壤综合治理来创造更适合茁生长的土壤环境。按二维码建设，建立全村医疗科技体系。我们全程拒绝使用化学技术、化学品垃圾，来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。这个就是我们普河村果园里遥感监控站监控的实时的画面。根据情况的需要，我们还可以左右的摇摆摄像头的方位，用来实时监测。哎，可以拉远。再拉回来，这是一套全新的系统，我们准备在2年之内把这套全新的系统全部都安装在我们普河村4000多亩的果园里。这不会是你们提前拍好的吧？能不能让你们的村民在监控镜头前给我们打打招呼？可以。这样的果子它的就比较匀称一点。喂，王村长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普河村的村官在跟大家打招呼。王村长，你好！你们的村民会跳广场舞吗？能不能让他们在这个监控镜头前面给大家跳一段？只要你留在普河村，30年后你一定会成为普河村跳广场舞的极品美女大妈。我看好你了。普河村的风景，我在画外。站到画面里去，自拍一张。从过地带回来的杆子，大家赏一下，这高头都标记了市场价和销售情况，大家看一下。来，尝下味道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呢多有运气的哈，全村的人都在帮我，老的在帮我，这小的也在帮我。你好了，干部不吃群众的气头，群众就听你的。这个群众啊，就是土壤，土好了。还怕庄稼长不好啊？啊，对，那种也回来了。何村官，你那个舞跳得不错。看山看水嘛，看四川，四川到处。
什么桃花源。哟，小伙呢，现在都是我们浦河村的女子了。这瓜女娃子些，还有那个二娃子些，追追追！王村长，我不是浦河村的人，你没有权利管我。你都不承认你是浦河村的人，浦河村的村民凭什么让你当村官？你要是根本不想为浦河村做事情，你就不应该来。你不要以为我在追你，我追你是要告诉你，你既然到浦河村来当村官，你就必须为浦河村做事情，什么事儿都不做就想跑，你跑得脱啊？等你把土壤改造工程完成，我开车送你去考公务员。你考上，你走人，浦河村不送。加入我们噻，请跟你们老板讲，浦河村新村长王成功诚邀他来浦河村投资建一个大洞库，以后不管是浦河村的丑干、十里八乡的丑干、猕猴桃都可以储存嘛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咋感觉你是要抢我生意的节奏啊？丑干都进了洞库，我还咋开网店呢？哎，各位，听我说两句啊，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，线上线下直接面对客户。喂，老板。咱们才包销几十万斤丑干，格局真的太小了。要我看，咱们要做就得把格局做大。浦河村的新村长诚邀您来浦河村建一个果品大洞库。喂，咋了？今天各个鸡都在下蛋，我把它捡起了。你捡起走了，吓我一跳。啊，走吧。亲家。啊！哎，咋子了？啊，咋子了？哎呀，女子早产了，快去医院。哎，鸡蛋，还有红糖。来嘛。哎，男老汉看你来了，我想这么大。女子，男老汉看见了吗？女子，妈来了，我在这儿呢，不要害怕哈，妈妈在外头守着你们呢。不是你不喜欢我打不动我，妈妈求你了，我求你了呀。杨丽英，我跟你说。
天到晚就蹦蹦蹦蹦蹦蹦，女子怀了娃娃你也不收到，告诉你啊，李英，女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就三长两短了。你别在我身前叫你表演你，我给你看，多吃点多吃点。回答面是老妈了。哎呦，哎哈，该请你们哈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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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不是容妈？给你。好的，大家不客气哈。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幺儿哈。来来，我喊祖祖看一下。祖祖。这个酒时间长了，米花就不香了。不香了就不要说，说就还是在想。难道你不想不？不想是假的，不去想，那个是本事。不容易哦。看得到我啊，小东西，好多年都没看到你了。下个月开始装修，分选线已经安装完毕，下个月开始调试。小潘，干得不错，洞窟的第一任经理就是你了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！走，我送你。